喝点热水，润润嗓子吧。我们不知道交了什么霉运，朝廷倒了，害得我们颠沛流离。眼看着如意找到自己称心的归宿，突然那个端客又被抓了起来，我又惹了这身病痛。好了，你就别再唠叨了嘛，让如意听到她心里更难受。我也正在担心她呀，听说端客要被流放到青海，还要做30年的苦工监，你叫他怎么办呢？我的女儿这也命苦啊，我实在是不明白呀，她这么孝顺善良，没做过半点亏心事，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她？爹，娘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这干什么？干什么要走啊？爹，这里不能再住了。怎么住不得呢？石昌对我们一家人没有半句怨言呢。我们有眼无珠，看错人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端康是个姚石昌害的。什么？哎，如意啊，你要上哪去啊？我们出去逛逛。好啊，那我也去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姚大妈，你不能去，你留在家里，我们很快就回来的。我不要休息，我跟你去，走吧。你不能去。妈妈，如意他们说要出去逛逛，你也去嘛哈。蓉儿，蓉儿，叫你小心照顾我娘，你跑哪去了？还不扶我娘回房休息？我不要休息，我不要休息，我要跟他去啊，我要跟你去啊。爹快回来了，家里没有一个人，那怎么行呢？你是说你爹今天要回来啊？哎，也差不多了，你先回房休息，爹一回来我马上叫你。那好，那我不去了，我到房里等他啊。蓉儿，如意啊，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忘了带白干啊，世昌他爹啊最喜欢喝白干了。我进去等他。娘，咱们走。如意，天这么晚了，伯母身体又不舒服，有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吧。不必了，你的好意我消受不了。如意，你不要冲动，你留下来听我解释好吗？不用再说了，我有眼无珠，信错了你。伯母，是不？不错，虽然你对我们有恩在前，但是栽赃嫁祸之事绝非君子所为，这个地方我们实在待不下去，走，咱们走。如意，如意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上哪儿去？不用担心了，我们走。端康就是心肠太软了，根本就没有防人之心，他一直把这个姚世昌看作是大恩人、好上司。如意姐姐，我们把那坏蛋告到官里去，替我大哥讨个清白。无凭无据，我们拿他没办法。如果可以翻案的话，我们还用等到现在啊？是我连累端康了，是我不好。你也不要自责，这也许是天意，也许是端康前世的业障，你不要难过。王爷福晋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住下吧，大伙儿也好有个照应。啊，多谢伯母。就别在王爷福晋的叫我们了，过去有得罪的地方，你就多原谅就好了。哪儿的话呢，王爷？我那是比你虚长几岁，就叫我们大哥大嫂好了。这怎么行啊，王爷？娘，这两年来我们历尽沧桑，看见人间冷暖，也都看透了。民愤不过是个虚写。哎，患难才能见真情。你要是再客气，我们也不好住下。不是，
好吧，世伯伯母，那你们就先住在我的房间，然后我把我房子里面东西搬出来，那如意你就住在大哥房间吧。 姚大哥不会陷害我的。哎呀，他都已经在如意面前承认了，你还不相信？如意，是不是真的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这你还不明白啊？他早就看上了如意姐姐了，眼看你们远走高飞，他当然不甘心了，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拆散你们。如意，小宝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。 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害了你。姚世昌，你这个口蜜腹剑的小人，我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，我会把你碎尸万段。你被流放青海30年，能够活着回来已经算是奇迹了，还能拿他怎么样呢？这龟孙子太歹毒了。不行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他算账。敦康。 你不要这样子！我要出去，我要跟他拼了！不要这样子！开门！不要拉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我要出去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是姚世昌陷害我的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我的不带把子，把他带走！不要拉我！不要！我是冤枉的！不要！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如意，如意。 张磊呢？张磊死哪儿去了？我才不会那么随便就死掉呢！我要睁眼看着你这人面兽心禽兽到底有什么下场！你说什么？你敢侮辱上司？昨天你还是我上司，可是现在他妈不是了！制服警棍，还了你，老子不干了！滚，马上滚！走，我当然要走啊！来来来，各兄弟，各兄弟。 姚世昌他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傅大哥的案子就是他栽赃嫁祸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跟他做事千万当心，要当心。你在乱说什么？我没有乱说，我说的是事实。这个家伙想要横刀夺爱，他根本就是下流卑鄙，是个人渣。姚世昌，我告诉你，做坏事是不会有好下场，你走着瞧吧。拉出去！不要麻烦。姚世昌，我看你能威风到什么时候？站住！ 干嘛？想杀人灭口吗？你去断！把他抓起来！等等，打我！打！这全是教训你出言不逊、含血喷人、造谣生事、毁谤我的名誉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言乱语，老子我手上唯一的不放过你，把他撵出去！放你个屁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姚世昌，我不会放你！岂有此理！ 姚世昌那个混蛋自己理亏还要动手打人，你干嘛不还手呢？喂，我本来也想跟他拼了，可是我回头一想，要是他突然发展把我棺材怎么办？我不怕坐牢啊，怕是大哥一家大小谁来照顾嘛？岂有此理！让姚世昌风流快活，我就替端康叫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想办法把端康救出来，我不忍心看端康受苦。小宝，你怎么了？你对大哥还没死心啊？你不要这样。 大哥他一来前途未卜，二来就算他出来之后，还有如意姑娘在等。喂，你在胡扯什么？我对端康怎么样啊？我张爷宝虽然是女儿身呐，可是说的义气啊，我不比你们弱啊。我对端康没有半点歪心的。你不要那么认真嘛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。我喜欢他是一回事，我要救他出来又是一回事。再说，如果他可以跟如意姐姐天长地久，我替他们高兴还来不及。喂，我告诉你啊。 如果给如意姐姐知道这件事，我不饶你哦。
知道了。你又怎么了嘛？没什么了，我只是在担心往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。从前我是孤家寡人，有一顿没一顿，饿肚皮是常事儿。可是现在有娘和端敏要我照顾，我不想要他们吃苦，还有如意他们家。我还以为你担心什么呢？金钱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了。你的钱，你的钱我不能用啊。还有你那个太监哥哥的钱，我更加不能用啊。喂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大姐啊，我知道你重义气，但是大哥待我情同手足，他的家眷该由我供养的嘛。哎呀，你不要钻死胡同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啰嗦了。张磊到现在长到二十多岁，还没干过一件大事儿。反正这次家里面担子，我是他妈挑定。做梦啊！不不，真的，如意真的被人抓走了，不要讲了，你快去！哎，娘，快去啊！娘，你真的是在做梦啊！来，坐下来，喝杯水。娘，这两天没有看见如意了，现在他已经被人抓走了。娘，你听我说吧。很可怕的，娘，娘，娘，如意啊，只是到城外的观音庙上香去了，没事啊。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哎呦，还要过几天呢？哎呦，你赶快把他接回来吧，我看不见他，我心里就不安宁。哎，过两天我就接他回来，你先睡吧。快睡吧。来了，喝酒喝酒，中喝酒。哎呀，好，来再来杯，再来杯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爷，你看看你那个拜把兄弟，一言不发的，干嘛要把我们令红冷落死啊？还说呢，分明是你们伺候客人，糟践不够火候，还来投诉。元红，我们这位姚少爷可是警局的大红人，你要把他伺候得妥妥服服的。往后你的日子受用不尽呐！哎呦，那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姚少爷，看你眼眉快要打结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大案烦着你啊？说来听听吧，也许咱们姐妹俩可以替你理出个头绪哦。不要来这套，倒酒。干嘛这么凶啊？哎。你吃了我的口红以后啊，就不会对我发脾气了。来，滚，统统给我滚！哼，走就走嘛，凶什么凶啊？啊，出来找乐子嘛，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呢？出来喝酒那些女人啰啰嗦嗦的，这天下女人还不都一样？你犯不上因为一个如意每天愁眉苦脸。你懂什么？你要是对他念念不忘，让兄弟我带几个兄弟把他抓来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如意他是我的，我一定要他是心甘情愿的。大哥，这对女人何必这一套呢？你不要管，我有哪一点比不上富康的臭小子？我只是比他晚一点认识如意。如意是我的，咱们走着瞧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
你先喝吧。如意，你别替我张罗了。娘这个病，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医得好。大嫂，生病当然得吃药了。这两年呢，段康和张磊也存了一点钱，你就不要担心吧。是啊，还有娘和如意姐姐那手好针线，我们还可以撑得下去。这次呢，医生太辛苦了。您别说客气话，只当作是一家人好了。要是论辛苦，那如意是最苦的，粗活细活都落在她一个人头上。别这么说，伯母，我可以替端康在这儿照顾你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真是难为你。我们现在虽然是今非昔比呀，好在这孩子还算有点骨气，没白疼他。我是这样吧，往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他做，你把他当媳妇儿也好，是把他当女儿也好啊。我现在终于明白端康为什么对你那么一往情深。伯母，伯母，哎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到狱中探望端康，听到消息，下个月初五他就要押到青海去服刑。你说什么？下月初五？娘，伯母，老天爷，就让我死了吧。端康他爹，就留下这么一点血吗？我没有用，保不住他。段康要是被押到青海，那还有活命的机会吗？老天爷呀，就让我死了吧。他是在黄泉路上，也好照顾我这可怜的儿子。你得撑下去，也许还有转机。是吗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而且端康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老天爷不会下了眼是让他含冤而死呢。是啊。他妈！喂，到哪去啊？我去找那乖孙子算账，我要把自己的处刑写下来，还我大哥的清白。妈，他要是不肯写的话，我就宰了他。你疯了你啊！这个时候还去自找麻烦？他阴险狠毒，身边的手下又多，你根本动不了他的。再说，万一弄巧成拙了，他们谁来照顾啊？可是，哎呀！你不用伤心了，我哥哥有钱，我叫他找人疏通一下，可能端康就不用去青海了。小宝，那你快点去啊。嗯，那你照顾他们啊，我先走了。上回的钱算白花了，你就是紧张你的钱，你根本就没有全心全意救端康，你知不知道这人命关天呢？如果说不能把他救出来，端康被送往青海，他必死无疑的嘛！你根本就没尽力，你没有尽力了，你。小宝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我真是尽力了，钱财身外之物，我为你花再多的钱有什么好计较呢？是吧？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他已经定了。拿我也没办法，我一点办法没有啊。那他死定了啦。Thank you.
那怎么办呢？大哥还剩下不到十天就要押往青海受刑了。青海呀，青海！你不要这么，你给我小心点。我们怎么？嘘，小宝，你哥哥有没有消息啊？我哥哥交友广阔，他有办法把端康弄出来的，你放心。时间不多了，要快点。我知道。张磊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怎么会有事瞒着你呢？你不要胡思乱想啊。你哥哥真的有办法救端康？当然。机会有多大？好难说。你们快把实情告诉我，快点啊！好了，他大哥也是无能为力的了。我们什么法都想过，都试过，但是他妈屁用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大哥送到青海，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，没有，没法子。姐姐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端康是好人，好人一定有好报的。我听说观世音菩萨有一双法眼，他会知道谁对谁错的，他不会让好人受罪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张磊，如意姐姐，她会不会去找姚师长算账啊？想干嘛？把你的罪行写下来，让青海中堂今天栽赃嫁祸，我很清清楚楚写下来。说，你怎么不写呢？写我就宰了你！就算我死，你也救不了富康。有种就杀了我！我不敢！啊，行不行？我不写的话，中堂也会被你害。先宰了你，一命偿一命，不还亏本？行不行？别给我一块块割下来！我告诉你，我说得出做得到的，啊！先把你的耳朵割下来。好，我写，我写，写，写，站起！我告诉你，你写清楚点，你需要纸，我就把你家的纸拿出去。把你的罪行都公诸于世，让所有人看见你的真面目。你再不能作恶横行，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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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小子，入无行刺，罪大恶极。我就算宰了你，可以算是自卫，于法有据。走，你要杀就杀，张磊就在我的立棍，我快放过你。你想死，我会成全你的。不过你刚教了我一个杀人的玩意儿，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来。我想你亲自告诉我，这是不是很有趣？住手！他要杀我！他要杀我！姚世昌，你做的坏事还不够啊？是他行刺我，我是自卫的。快放了张磊！没那么容易，他要杀我，我要把他带回警察厅治罪。我求求你，你把他给放了吧！如意，你干嘛求他？张磊天不怕地不怕，我一定要把你坏事全部倒出来。张磊，姚世昌，就算我求求你，买我一个人情，放了他。好，我就看在如意的份上，饶你一次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下不为例。如果你再搞什么鬼的话，我一定不放过你。放你个屁！张磊，他是小人啊，他是阴险的小人，你怎么跟他比啊？我一定杀了你！走吧，接着。
不要离开我，你要坚强一点，我会等着你回来。如意，答应我件事情。你说，我什么都会答应你，就算你要我等你一生一世，我也会答应的。不，我要你把我忘了。不行，不行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我们不要自欺欺人。这次我流放青海，可以说是凶多吉少，很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面了。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就算我能够平安地回来，那也是30年以后的事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我浪费青春，把我忘了吧。找一个爱你的人成亲，我这辈子没指望了，我不能拖累你。如意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不能再辜负你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个比我好的男人，过得幸福快乐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其他的人，我只要你，我是你的。不要说是30年了，就是100年，我要等你回来。你是不是要我一辈子痛苦，死不瞑目？你明知道我这次去青海是回不来了，你还口口声声说等我，你这摆明了要我每天在自责痛苦中过日子，那种痛苦我受不了。与其日夜给你折磨，不如现在死在你面前，以免活受罪。端刚，不要。端刚，那你答应我，把我忘了，不要等我。你不要逼我，不要。端刚，不要拉着我。端刚，端刚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如意，我是为了你，把我忘掉，你就可以重过新生。如果你记着我，就会终身痛苦。哎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走。大哥。让我多看你一眼。先喝点热茶，我叫蓉儿弄点心去。不必了，你应该明白我来的目的。如意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也许你觉得我卑鄙，那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不能接受富康把你带走。所以你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拆散我们？我是别无选择。你下流，你下流无耻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禽兽。如果你觉得你这样骂我会舒服一点的话，尽管骂我，不过我相信你来找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骂我。不错，我是来求你放过段康。
你有办法陷害他坐牢，你就有办法救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陷害他，无非就是为了得到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你能救出段康，我嫁给你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你能救出端康，我嫁给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？你说我卑鄙、无耻、下流，是个禽兽。要你嫁给禽兽，你不觉得太委屈吗？我告诉你，禽兽也有感情的。我喜欢你，就跟富康喜欢你一样。我对你的爱意绝不会比他少。我可以付出更多更多，只不过我认识你比较迟，我有哪一点比不上他？他干嘛不真的在暴乱中死去？干嘛突然出现插在我们中间？如果不是他出现，你早就是我的妻子，为我生儿育女了。他一出现，把我的梦想全打破了。我以前已经失去太多了，所以我发誓，我绝不要再失去你。你到底答不答应？好，我可以把富康弄出来，不过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立刻成亲。第二，你以后不能再见富康。你怕我不守信诺？不是，我是怕富康出来以后会纠缠不清。如果我们先成亲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他就会死心。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是你要明白，如果你食言的话，我马上死在你面前。如意，你何必这样痛恨我呢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是个好丈夫，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你的。只要你给我机会去证明一下。不行啊！你不能嫁给这个卑鄙下流的饶世昌，那是万万不能啊！爹。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救得了端康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哎呀，如意啊，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爹总不能看你掉进深坑里头我不管呐。如意啊，你爹说的对啊，姚世昌用诡计来陷害端康，他的人格你最清楚不过的了，这种人你怎么可以托付终身呢？要是我救不了端康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我现在只有这样来换回端康的生命，你们就成全我吧。哎呀，你要是真的嫁给姚世昌，你会被人家骂的。只要能救出端康，一切一切我都不会计较的。你要搬到哪里去？昨天在街上碰到我娘的堂兄。他知道我们的处境，说要接我们过去住。这样子，没关系的。既然大哥大嫂找到更好的落脚地方，我也替你们高兴啊。弟弟，你要多保重啊。我会的。如意姐姐，那你留下地址，以后有事也好找你啊。我看这样不太方便，我们也是寄人篱下。我看等我安排好了，再回头来找你们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既然要过去，不如早点动身吧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到街口去拦一辆黄包车啊。哦，张磊，不用了，我亲戚已经替我们准备好了。伯母，你保重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多保重啊。再见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再见了。喂，如意干什么？说走就走。无名无份的，怎么可以守下去呢？我看如意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为了她娘。她娘身体弱，有个富裕的亲戚照顾是好一点。不管是什么原因吧，这些日子以来真是难为她了。
只怪我们端康没这个福气。世伯，伯母，我们的房间。哦，房间在对面。如意，来。很累吧？我们已经搬出来住了，婚事就快进行吧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怎么可以马马虎虎呢？我已经计划好了，要把婚事办得有声有色。你要怎么办，我没有意见。可是你要记住，下个月初五，端康就要被押到青海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要跟你天长地久，就不可以让富康死。你放心。你这辈子是跟定我了。这是北京城中数一数二的洋货店，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喜欢的。先生，小姐，你来买东西是吧？请随便看看。哦，我们快要结婚了，想买一些西洋的胭脂水粉，拿出来看看。有的，有的，先生啊，你要把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是不是？这简单的很容易，那你请坐，给您介绍几样。您瞧瞧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一瓶呢、是法兰西最新出品的口红。新娘子要是擦上的话，保险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呢。喜不喜欢？买了这么多东西，开不开心呢？我们再到隔壁看看。来，这里看看。喜不喜欢？好，那我们走。没事，掌柜的，请问一下，刚才进去那位是杨先生？你找那个什么？没事，我这是那个什么，姚先生他让我送货来，他这只说了店号，没说房号，那就住这间房。21号。好，慢慢走。慢，没事，我差人送货来啊，回见，没事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如意姐姐消息？北京城这么大，要找她跟在海里找根针有什么分别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大哥就要起见了，如果在她上楼之前找不到如意姐姐怎么办呢？有谁不知道呢？但是现在除了天天到处打听之外，还有啥办法？你跟我说。行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哎，福哥，怎么？你们不是要找如意吗？你知道她在哪里啊？嗨，我碰到她了。好，我看她跟那姚世昌在一块儿，我听人家说他们俩要成亲了。好。要是大清王朝不倒，要是爹现在还是王爷，我只要一声令下，端康就算是有罪也可以无罪释放。区区姚世昌，他还有这个胆子来要挟我女儿？这是奸杀的乱党啊！爹，你不要替我难过了，这都是我的命。妈妈不忠，帮不上忙，对不起啊。爹，姚世昌曾经是你口中理想的东床快婿，是不是？你曾经还对他赞不绝口。从前我对他了解不深，爹是有眼无珠啊。他简直是下流卑鄙。他卑鄙是因为他太爱我了，他不想失去我，他才会这么做的。等我嫁过去以后，我想他一定会很疼我的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断肠他不是他。爹，其实你应该替我跟端广高兴才对。
我不必浪费青春去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的人，我可以得到个好丈夫，而段宽也可以得到自由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如意，快来了！谁呀？快来了！如意，如意，如意姐姐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嫁给那个狗禽兽、狗畜生？是啊，如意，你千万不要上了龟孙子的当了。你说，是不是那个狗畜生说，只要你嫁给他，他就可以救段康出来？他骗你的，他没有真话，你不要信他。他费尽心机，无非就是想得到我。我相信他会守信用的。妈的，还是那龟孙子在要挟你。他没有威胁我，是交易，是我主动找他。你不要这么糊涂好不好？如果让段康知道你用自己去换他的自由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你以为他会活下去吗？他的一条性命是我一辈子的幸福换回来的。如果他敢做傻事，我不会原谅他的。你们俩是他好朋友，你们帮我照顾他。如意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救他出来吗？我有一个请求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段康知道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如意姐姐，我好累，我想休息一下。不是啊，如意，你千万不能够嫁给那个龟孙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以后怎么向大哥交代？大哥一定会怪我没有劝住你，都会宰了我。如意，如意，你们不要再劝我了。你大哥是个明理的人，他不会怪你的。爹，娘大概睡了，你过去照顾他，去，不要管我了。我的娘呀，我娘。如意啊，你可千万不要！你走啊！我求求你们放过我！你们走好不好？如意姐姐，如意呀！啊，你们求求吧，别让他们一个人在这难过，走啊，走啊！小宝。你要答应我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让段康知道。可是，他早晚会知道的。到时候，我已经嫁给姚世昌，他也重获自由了。你们要好好照顾他。天杀的短暂。心爱的人嫁给自己最痛恨的人，他一定好难过的。他们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杨雷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看见大哥美好的姻缘被拆散，看着我大哥受苦，我又看着如意受辱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他妈是白痴。
照在我心上。